都这时间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好的房子啊？哦，你太晚来了，我们这边房租都快被租完了。我们这边房租很便宜啊，一学期13000而已啊，一个月算你不到3000块耶。我们现在这边都租满了啦。他是刚好下学期这个同学要去实习啊，然后想说开间让你看看房型是什么样子啊。哦，好。我们这边风景很好哦，拉开来给你看一下哦。我们这个床哦，就是最近刚组装好的啦，实心的木头啦。衣柜哦，衣柜空间也很大，你等一下可以看看啊。还有这个墙壁啊，墙壁也是我们刚粉刷完的啦。都很新啊。嗯，这面墙怎么会有贴一块木板？是壁癌还是破洞？嗯，其他地方看起来好像还可以。诶，这个是壁癌吗？哎呀，这里怎么会有一股霉味？我们前面已经2-3个同学来问了啦，你太晚来了啦。你如果早一点来，我们有很多房间可以让你选，可是我们现在剩下这一间啦。啊，如果你现在就住没关系，我算你便宜一点，帮你少收500块的租金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租这间房间吗？我不要。